我那时候就很喜欢一个频道叫英雄日常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叫英雄，我只觉得哇，他叫英雄日常好酷哦。那我想取一个类似的，英雄我就用勇者代替，啊日常我就用世界代替的。我一开始用勇者世界而已，因为我那时候刚拍 YouTube 嘛，然后学生想搜寻我的，他们一直忘记到底是什么世界，所以我后来就后面打一个 X 凡青，他凡青，所以学生回去之后搜寻凡青，哦，就找到了。你再讲一个钢试试看，这么凶哦，勇者世界钢凡青。七点起床哦，为什么要六点起床？打手枪，打到七点啊。当兵大概五点多起床，没错，六点起床，但是我们都会五点多起床。我每天都一定要大一个便，我才今天才心情好。没大便就整天这种。我当兵的时候，所以特别早起来去大便。跟你讲，真的啦，靠腰，一定要排便顺畅。我真的就是没大便，早上出操跑三千啊，跑到一千多的时候，哇，感觉来了，全程用生命夹住在跑、欸，面对，反正轻一点了，表现得比较好的，到时候第一段考考最好的男生，我带他去录。干太好了吧，我要拼了。这样子 OK 吗？ I am 累啦。爱心牌不是你的牌啊、哦、是。好看好、哦、有没有感觉什么东西不一样？哎、欸、为什么你的牌是方块五？不是啊。好，那再一次看好、哦、你的牌是什么？菱形锥啊，骗人啊！各位，就这个。这什么烂东西？吓死我了！OK， 送给他们。这个真的给我。